我捐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今天呢，我做了一个人生很大的决定，就是让酷姐我的头发。因为呢，我想说，其实我大学的时候都是朋友帮我剪的头发，因为很简单，就只是这样平平的剪短而已。所以我想说，就不用浪费钱去理发店剪。那我现在的室友就是酷嘛，我想说这个任务应该对他来讲很简单吧。真的觉得你好会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其实留了蛮久的，然后我想说竟然我没有染也没有烫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是自然发，所以想说也不要浪费，要捐给那个慈善机构，好像超过15cm 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理发师准备了理发师的外套给你。需要吗？要，等一下你要帮我染头发。什么？两个塑胶袋，其实一个就好了。哎，不可以！完了。等一下，对，等一下，不要，不可以！啊，行不行？那Vivi有多相信我？这样，等一下，我教你。你就剪在这个塑胶圈上，上大概这里一公，大概1.5cm， 1.5cm， OK。1、2、2.5，3，数不清。你想怎样？不行哎、欸。怎么不行？你要一点点的剪。哦，你尽量帮我平行的剪哦。这个我不能控制。对对对。哦。那你走到那个地球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啊！有你们走粉，保养品啊。我换一个剪刀。OK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慢一点。哒哒！靠，什么图？喂，我觉得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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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很有形状，你看。这是什么头发？我觉得形状不错。你先帮我那个剪平。哎妈哟！你可以帮我慢剪，慢剪，慢剪平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这样剪，不是这样剪。哇！哇！有好几层，有好几层了。平的这样剪哦。对对对，要平的，然后梳了对齐了过，然后就剪，把它剪，把那些你觉得长出来的不齐的，把它剪掉。这个就是问题啊！也好几个，也好多次。你还顺利吗？请问？现在感觉平不平？比以前弯一点。OK 啦 ，OK 啦，这样可以给我看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知道你是看。我看哪一天呢？你去给理发师再修一下就好了。啊！可以，那现在。我现在要染头发。好来，我们今天的美女要做什么颜色呢？这个颜色，哇，你的头发真的好软哦，现在帮你剪的，哇，你好几层哦，怎么办？一个从法国来的理发大师，哇，好厉害，这是新世纪吗？好，我今天要染的是这个干燥玫瑰色，第一步，将这个上下摇180度来回5次。
这个要加进去。不要去闻啊，那个很臭啦。哦，是罐子的味道。对啊。上下压五次，180度。那我们要开始了。然后酒，大量大量，多一点没关系。你要搓搓搓，开始搓，洗头发就不洗头发，那个手这样，好这样，对对，啊这样哦，对。哦，好臭，啊！啊，很痛，我的头发。Hello。我觉得你真的没有，真的太有自信了。你叫我礼拜天帮你染头发，礼拜一就去上班了。你戴，你明天戴头发就好了，我戴帽子。你明天戴帽子好了。不是这样打，带你搓搓。我有泡泡了，泡泡了，看起来最美。哇，还是好像奇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了，现在要等，他说要20到30分钟，然后再去洗头。那我们等一下先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我现在洗完头了。哇，你的头发好直，真的很姿势哦，不错哦。啊！你跟你前女友多久就染头发？哦，不是前女友。炮友吗 ？OK。Yeah。我觉得不错。那你自己满意吗？我觉得不错啊。除了剪头发。后面，你看后面。好啦，不错啦，以他的手气，他是不会做手工艺品的人，所以能剪出这样的成绩，我是不要嫌弃，可以啦，还算可以接受，只是这里有几处长一点的。谢谢，谢谢我的理发师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留言啊，我可以免费帮你们剪头发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菲菲，你在干嘛？我现在在包装这个你的头发。嗯哇！好，如果你们要捐头发，你们可以这样准备一个信封，然后把它装在一个袋子里面。嗯。然后这样，呀，然后把它粘起来，把它粘起来，然后去邮局。寄出去就可以咯，然后记得要注明是什么捐头发的这样子，捐发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你的头发是会变成怎么样啊？就会做成假发，他们就会，因为这个你看是给肿瘤患者的协会，所以他是会做成假发给一些像做肿瘤化疗的人，没有头发的人就把它做假发。好贴心哦，那你要不要我帮你再剪一些啊？我觉得还是太长，走开。你看这个已经长长了，可是我还没有去给理发师修。不用啊，最时尚啊。好，就这样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